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秉志。哇，真的让粉丝等了好久，听听小秉志终于推出首张个人专辑，走出三年的低潮期，重拾音乐路，全新再出发。听听也大方分享契机。我觉得其实是我就是这段时间又换了一个环境，对，然后我这段时间有一年半的时间是待在洛杉矶，然后是真的是去了洛杉矶好几个月之后，我才就是真的就是状况比较好的，然后也开始找回想创作的感觉。当初我的家人，我的爸妈，然后他们其实也是在这段时间一直在背后就是陪伴我。对，果然陪伴就是好的良药啊！而我们这次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挖掘全新的听听，接下来的挑战疯狂大风，保证粉丝可以看见不一样的他。究竟这一路的闯关，听听会如何接招呢？走，挑战开始啦！六，一二三，好。我靠！对镜头撒娇，人家做恶梦，我靠！人家做噩梦了啦，这可以吧？OK 了吧？有吧？还蛮傻的吧？模仿偶像周董，安静。难过是因为闷了很久，是因为想了太多。这不像啊，这心里起了作用。好啦，放过我啦！谢天谢地啊，理想型大比拼，大玩正，男生最喜欢玩这个游戏。男生最喜欢玩这个游戏。叮当，林志玲。叮当。叮当 ，Hebe。Hebe。Hebe 小 S。Hebe。Hebe 陈绮贞。陈绮贞。陈绮贞、蔡依林、陈绮贞、陈绮贞大 S、陈绮贞，你怎么都跟演员比啊？所以你是喜欢那种戏剧型，蛮蛮有才华的人啊。对啊，听说其他人没有才华，不，其他人有才华，就是因为他刚好也是做音乐的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可以，就是接触，对，我觉得蛮好的。那之后就想要合作？之后如果大家要天后，哎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对啊，没错，这单风玩的太好。哎，都是二，想我一个三嘛，哇靠，可爱三零。一 ，OK， 我要惩罚你们了。这样在敷衍是不是？好了，我吃酸柠檬了。吃掉真的很酸哎！嗯，等下我把纸咬掉。你其他的吃不好了。我看都酸了。天哪！哇！哇！没。两倍速射手，哇，好快！这么大，怎么？这只有两倍吗？骗人！这真的是射手？这是两倍长了吧？哇塞！师兄们都有跳，你这射手，五月天的前辈，对不对？你有觉得哪一个人最没有舞蹈，最没舞感？对，我猜阿信哥好了。为什么？啊，因为他感觉就是可能有那个一些那个主唱的包袱。好了，三个，喂 ，Yes，Yes。一口气宣传时间。大家好，我叫小秉志，我最近发行了我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《凡人》，然后我在8月18号晚上7点是小秉志《凡人》新歌演唱会，在台北信义三街大道广场。唱完会帮大家签专辑哦，记得要来，好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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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。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